在我短暂的生命中，曾经有过境遇截然的两副面孔，两种人生。当我面临死亡，我才明白，我伤害了所有曾经爱我的人。我一定要在东海干出一番大事。一旦钱到手，这些人会彻底的消失。他不会回来了。就算他死了，我也要找到他的尸体。敢动我老婆，你死定了。你居然要杀我！好像是血迹。你小子一分钱也得不到。你这个疯子，我不告诉你行了吧？还干崔秀华的事情。去东海，怎么了？世勋被那个胡光给骗了。那世勋呢？世勋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。我要去东海，我要去东海。妈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我去吧。你在家照顾丹丹。一定要把他找回了。三个月的房租，至于你说的叫什么陈玉顺的人，我们没有见过，不知道这个人。家里人留的电话就是你们这儿的，上次我打电话，你们这儿的人还说认识陈世勋呢。电话没有问题啊，确实是我们这里的，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谁叫陈世勋啊。你看，我这么老远的来，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，等他回家呢。你到别去找找吧，要不去公安局看看。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立案了，我们正在查，我们查了富光太阳公司的所有资料，在账本上查出了你讲的叫陈世勋的人，他曾经交给这个公司10万块钱，案发那个时候他确实来我们公安局报过案。
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他什么时候报的案？你等一下。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情。这么说，他一直瞒着我。至于你丈夫陈世信，为什么现在不见了，我们也不清楚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有了消息我们通知你。你家里的损失，我们想办法尽量去追回。我们知道，对于你这样的下岗职工来说，这些钱是救命钱，我们不会不管的。这钱就算了，关键是我要找到我丈夫这个人，你们就没有一点消息啊？你丈夫没有东海户口，也没有办理流动人口暂住证，很难找。这样，你先回家吧。你一个女同志，在东海这么大的城市来办这个事情，也不方便。电信局的人说，这个电话号码就是这座楼的。那也可能存在串线的情况。我是没见过这个人，我天天在这里，我还不知道。这里肯定没有一个叫陈世勋的。他一定住过这儿。你能不能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看一看呀？对不起，你不能进。求求你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。请问你找谁？你好，你们这儿是不是住过一个叫陈世勋的人？我不认识这个人。那你看一看，这个是不是你们这儿的电话号码？哦，电话没错，是这个房子的。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吧？他们不住在这里，我也是刚刚租的房子。你知道东海人都很精明的，他们把城里的房子租出去，赚了钱补贴家用。要不然你可以去中介公司那边问一下。我能不能进去看看？哦，可以。是外地人到东海来打工的吧？是。根据你的描述，你的爱人能住进这样高级的公寓里？我不相信。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走了，是吗？
是他自己租的还是别人给他租的呀？好像是什么集团吧？什么集团？叫西域集团。西域集团？哦，做什么的呀？好像是个很大的民营企业，是经营空调的。谢谢啊。我们企业近5-6万人呢，你让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陈世勋呢？这样吧，我打电话到人事部去，请他们帮你查一查。喂，人事部吗？请帮我查一下公司有没有一个叫陈世勋的人。啊，好。你先等一下。谢谢你啊。你看能不能让我进去跟人事部的人直接去说呀？你不能进去。你就让我进去吧，啊。我们公司有严格的管理制度，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你还是先等一下吧。小伙子，我这么远来很不容易的，你就帮帮我，让我进去吧。这，你要理解我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还是先等一下吧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求求你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你帮帮我好吗？你要理解我们，你还是在这等一下吧。我大老远来的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这我很为难的。没事。哦，高总，她要找她的丈夫。找丈夫？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陈世勋。陈世勋？咱们公司有这个人吗？正在查。哦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做什么的我不太知道，他是从贵州来的。贵州？贵州什么地方？六盘水。六盘水？老板，他可能在你们单位工作过，麻烦您帮我去找一找好吗？我好好好。对不起啊，我大老。好好好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公司可能没有这个人，而且我很忙，我也帮不了你，你还是到公安局去找吧。对不起。喂，啊，好，知道了。人事部已经查过了，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个人。哦，公安局出门向右2站路。进派出所是这么走吗？这么走，然后走个……反正报告董事会已经批了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叶成啊，我有一个想法，等我们这件事情办完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研究一些新的行业了。红绿灯，红灯灯，我不用坐车吧？不用坐，大约走300-400米就到了。怎么了？胃有点不舒服。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呀？不用，我自己去吧。啊，不要，你不用送我啊。哎，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你自己先上去吧。这个季度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，空调销售了13000台，手机销售是10000台，电视机销售是8000台。哎，你等等，你知道咱们公司最近有没有从贵州来的工作人员？高总，您进入我们公司的集团网一查不就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的。
报告总。刚才找她丈夫那个女的是不是已经走了？是。她有没有留下什么通讯地址？没有。哦，你还记得她说她丈夫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她说姓……好像是姓陈。啊，对对对，高总，我也没有记住。你有什么事？没事。这样吧，万一她再来，你一定跟我联系。好。好，好的，再见。爸爸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呢，他希望我把集团的事情都抓起来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所以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听呢。那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不是说我的报告董事会已经批复了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在公司里面听到了一些关于你我的传闻，我觉得咱们俩这种关系……我告诉你吧，这一次联合国卫生组织的事情你做得很好，我爸爸也很欣赏你。我本来是想趁这个机会把我们俩的关系正式地告诉他。这次董事会上，我本来想提议你当副总裁，可是我担心集团里面有些人会不同意，所以先让你当总裁助理，这样也很好，可以让我爸爸多了解你一些，你说呢？行，这些事儿我听你的。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你可以说出来啊。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报告，我觉得写的非常不完善，因为那是一个几个亿的大项目，稍有不慎就会有很大的损失。今天晚上看来我得加个班了。那好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
今天是周末，你还是回家陪你爸吧。我想这个事儿我能解决。买张站台票，1.5元。Thank you.
卖星星，票。这里是候车室，不是旅社。你的身份证。你还是找个旅社睡觉去吧。我能等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什么事儿？好，没问题，就这样吧。龚副总。哎，高总。你好。请坐吧。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说吧。嗯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有事情找我吗？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？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呀。我在为你担心。为我担心？听说你谈恋爱了。我们能不能不要在工作时间谈这个问题？可是我不得不提醒你，这件事儿你一定要慎重。慎重？你说的是不是太严重了？你应该清楚，你将是蜥蜴集团的总裁，同时你又是一个女人，一个未婚的女人，所以就会有很多男人为了你的财富而不择手段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朋友的一点看法。哎，王总，什么事吗？啊，你们在开会啊。我不打扰你了。啊，没关系的。不不，我等一会儿。我们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我非常感谢你的提醒。朱莉，我很了解你的脾气。一旦你决定的事情就很难改变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父亲辛辛苦苦创立的这份家业，一旦被……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。好吧。朱莉，忠言逆耳这件事儿，希望你好好想想。谢谢。王总。高总，谈完了。哎，王总，嗯，你初来乍到的，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尽管提出来。高
刚才我让你进来，你干嘛不进来？我看高总向你汇报工作，我不想打扰你们。其实也没有汇报什么工作，只是说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。我觉得他一向都很关心你。高伟明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我不是特别喜欢他，可是我爸爸很欣赏他，说他在销售方面很厉害。他都跟你汇报什么了？你想知道吗？当然，涉及隐私就算了。吃醋了？好了，告诉你吧，他让我对爱情谨慎。这话没有什么错。你倒是挺大度的。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，对身边的男人谨慎。你怎么看？笑什么呀？你要认真地回答我这个问题。反正每个人说话肯定都会有他的目的。高总忽略了一点，他所谓的你身边的男人，其实也包括他自己。是这样，我整理了一份调查报告，请你过目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相信你。我想找份工作。你能干什么呢？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纺织工人。你知道纺织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，在东海正在削减这样的企业。东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，知识密集型还有人才密集型的企业在这里很多。你还能干其他的吗？电脑、英文你会吗？这些我都不行。我干家政行吧？那好吧，你先登记一下。带身份证了吗？带了。有电话吗？有招待所的电话。你住在旅社，还要找保姆工作，你知道家政到底能挣多少钱？虽然说有涉外保姆，但是涉外保姆首先要会讲流利的外语，知道吗？好吧，你先到那边去填吧。我填好了。好吧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在外面等吧。你看那边很多的女孩子，她们也都是来找家政工作的。如果你今天幸运的话，就可以找到工作了。谢谢啊。我的身份证。谢谢啊。家政了，就是保姆。我想啊，我一边干活一边找师训，我挺好的，您放心吧。妈，您也要注意身体啊。那个丹丹的学习一定要抓紧，您别老惯着他，别让他老看电视啊。哎，你们先记一下我这儿的电话号码，以后你们好有事来找我。2879-6781。对对，啊，那就这样，再见啊。
这个身体不错嘛，能干活吗？能啊。那就是他吧。能打扫卫生吗？我行啊。那就他们俩吧。行行行，你们两个大老板家要好好干活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。刘老板慢走。谢谢啊。这房子是我爸爸给我结婚用的，找你们来的目的呢，就是让他旧貌换新颜。我的要求很高，否则我可不付钱。大姐，你是什么地方人啊？看样子你不像乡下人。您帮我递一下好吗？哎，谢谢。大姐，我叫傅新生，傅呢是单立人旁边一个寸字儿，新呢就是新生活的新，生就是新生活的生。大姐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大姐，你去哪儿？你干嘛老跟着我？嗨，我们打工人出门在外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也不认识。我们认不认识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果有什么事儿可以互相帮助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别老跟着我好吗？大姐，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？你好像很传统。我们派出所已经帮你查了，在我们的辖区范围内的所有暂住人口，确实是没有一个叫陈世训的人。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。你不要着急，生活上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们会帮你的。大姐，今天看来就这样了，没什么活了。都11点多了，哎，真是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世事难呐。你这个人喜欢没话找话。我是看大姐人不错，要是换了别人呢，我还真懒得理她呢。你是哪儿的人？福建长乐来的。侨乡你知道吗？不太知道。我们那人口走私最厉害了，整个长乐人就像疯了一样要出国。前两年英国的多佛港死了300多中国人，大多数都是长乐来的。他们被人装到货车里，从荷兰开往英国的路上给闷死了。太惨了。本来我也想出去，可是死了这么多人，政府也注意了，外国呢也更加严了。
最主要啊，舌头都被打掉了，相对来说出去就不容易了，所以我就来到了东海。哎，你觉得东海这个城市怎么样？东海确实挺繁华，可是跟我们这些打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大姐，你穿得干干净净的，也不像乡下人，怎么也做起了家政呢？大姐倒是蛮有戒心的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像东海这样的大城市，什么人都在这儿混，还是有点戒备心好。要几个小工？我去。一个可以做饭的帮工。你可以做饭？我什么菜都能做。上天的